聆听最美妙的音乐，感受最绚丽的世界。这里是传递快乐音符的天堂，这里是散发流行气息的长廊。音乐不断，好歌连连，欢迎走进你的心情，我的歌。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子琳，这里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，欢迎您收听你的心情，我的歌。很高兴子琳在空中与您再次相会。今天节目的一开始，子琳为您送出一首很好听的古风歌曲。一开始刚刚听古风歌曲的时候呢，就会感受到很多古风歌曲的歌词是非常的华丽的，每一首古风歌曲都有走不出的故事和散不开的结。不论是儿女情长的秦浅原深，还是家国安康的天下平安定，又或是塞北的大漠风光，或者是江南的温婉小镇，每一字每一句，光阴纸上旧，笔下情意留。古风歌曲让我们越来越明白，聚散离合不由人，爱恨嗔痴皆过往。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由云之气为我们带来的我与自己唱相守。
成微微杯中影重，明明叫做虚实空空，我与自己长相守，镜中你我独坐，冰滴不曾有花几痛，一笑一忘我。接下来子琳会为您送出一首具有情感冲击力的歌曲，是由四部共郎演唱的《也许》。《也许》这首歌曲原本是林忆莲的一首返璞归真的情歌，今天子琳挑选了很有特色的这个版本。这个版本运用了独特的民族乐队音乐，从一开始乐队就营造了辽阔的空间感，四郎共步把这首歌曲唱成了对母亲的爱，赋予了这首歌新的情感内涵。歌曲一开始他就用藏语唱道，妈妈希望你长命百岁。歌曲中他也加入了藏语歌词，他唱出了一声声对母亲的呐喊。在四郎贡布15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，而这首歌是四郎贡布对母亲最真实的怀念。四郎把内心对母亲的怀念化成乐观的生活动力，通过一首《也许》让母亲知道自己过得特别好，现在有了自己的家庭，在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，并借助这首歌祝福所有的母亲健康快乐幸福。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由四郎贡布送给妈妈的祝福，也许。阿妈，这里落家。想过从此会一个人走，你却一直还在我心头，胸口那股熟悉的温柔，告诉我有继续的理由。为了你，我能够放弃一切去追求，我愿意陪你走，握着你的手，也许真的拥有。有了你已足够，是我继续的理由，爱着你到永久，握着你的手，希望这一切我还能拥有。洒满阳光的午后，曾经否定自己的念头，在你掌心找得到以后，渴望你分享我